啦啦啦，我来了，今天我们继续成神之路。俗话说得好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为了咱们的话语者成就，让你们看看我提前做的准备，还有咱们的空中花园。如果在特别低的地方去放这些东西的话，它很容易就和其他地形重合，所以我在咱们的神圣树的上面特地给它开垦了一块地。那咱们就先把这些种上吧。啊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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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哎，我这个直接右键点着不动就可以了。哎呀呀呀！让我念一首咒语，直接把这些全部都给种上。阿普里阿普里噼里啪啦，轰！怎么样？这些都给种上了。然后，雷公电母听俺号令。下个雨，然后把这些地面全部都给它去搞成那种已经灌溉过的。哦，下面咱们就开始自己的表演了，回家拿粑粑去喽。其实咱们站在那不动也是可以的，不过等的时间比较久，而且它这还有一个这个冬纹花，这个需要在冻土坑才可以，所以这个咱们先不慌，我去来这边找点粑粑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箱子里面都是粑粑，然后这样粑粑应该不够，我再往里面丢一点点。 One Two Three， 这里我拿。OK， 咱们现在又可以冲上去了，好开心啊！哇塞，你说像他这些野人祭祀是不是遇强则强，遇高则高啊？我在这边去搞了这样一块地，你看他们在空中飞得更高。AUV，AUV，AUV。咱们争取是从后面开始往前来。biu biu biu。哎，龙舌兰它有一个长大了。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挨个用粑粑给他们快速长大就可以了。让你们看看这有多少，这个工程量真的不是一般的大。那好吧，不过咱们之前都已经种上了，自己选择的路跪着要走完。那我们一会儿再见。啦啦啦，我来了，终于把这些花朵都给养大了，让你们瞅一瞅，看一下右上角的小地图。哎呀，五颜六色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花语成型，是不是？哦呦，咱们还差最后的冬纹花种子。冬纹花种子，看我的。没毛病，再把冬纹花一种，咱们以后就再也不担心缺少花朵了。咱们想做高级食物就做高级食物。首先先跑回家，咱们去拿张图纸。来喽，图纸，拿过来一个，再拿一个，然后这边一二三，我再去拿一点土块，四组 ，OK， 然后粑粑的话还差了一点点，那我走，咱们这次要去冷一点的地方。前往冰原站。元芳你怎么看？如果咱们直接在这边把这上面给撸掉，这样太浪费时间了，咱们还用老办法。这只牛你咋了？首先在树上面吧，因为我怕在下面，它这一会儿和其他地方再重合了。
我一键放入。等，这好像天气还不够冷啊。问题不大，一会儿我让他去下点雪，就全部都给我变成这种了。风雨雷电，听俺指挥。有，你看，你瞅瞅，变得快不快？稍安勿躁。然后把这个拿出来，把粑粑也拿出来，咱们等他一等。OK， 差不多了，咱们就这样挨边给他种一种。如果是普通的坑的话，咱们是种不上的。这个时候其实咱们可以打开鼠标连点器，你值得拥有。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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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种多少种多少。哎，难道这样还可以刷花的种子吗？这一行是16，我先用粑粑，然后看好喽，鼠标连点器打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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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，哇塞，这上面太冷了，你看，直接都有雪堆出现了。加油加油，78 79，来这个接着种。 Come on the way ABC， 打完收工。哎，我这粑粑刚好用光。什么？又让我去种番薯，下一个任务了，农田守望者。我的妈妈呀，还有水稻，还有棉花，种在耕地里就 OK 了。反正咱们有粑粑，这样，哎，一个一个来吧，咱们。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。目标生产花语纸，壮观不壮观？哎，我不是生产，哦，是全部领取。看看咱们身上这些花朵多不多。这都是多余类。好的，那咱们今天就先玩这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了个拜。